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儿。哎，各位啊，我们今天呢要开箱的这个商品呢很特别啊，这是 EDC 系列哈，但是是我过去啊比较少提到的一项工具，好，比较少提到哈。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工具的话，它也是 EDC 界啊非常热门的、也很多人会提起它的一个商品、那这商品的话，我是觉得还蛮推荐的了、所以、买来以后、跟大家做个分享、对，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考看看。但很比较可惜的是、这个品牌的商品的话、这个牌子它其实在 EDC Everyday Carry 这个领域里面、相当知名，但是台湾没有经销商也没有代理商，所以你在台湾要购买这个品牌的商品会非常的不容易哈。那你说不容易呢，我怎么买的哈？我从贸易商买的哈，所以说你这边看得到 UPS 哈，所以它是过咸水的哈。那当然我找了这家贸易商算是比较有效率的贸易商，我从下标就下订单到我拿到的话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啦。好，那事不宜迟啊，我们赶快把它开箱来给大家看一下哈。那这个商品的话哈，我先开箱了哈，这是 UPS 的纸箱，好，他说 pull here to open， 我就把它打开，我这边把它拉开看看。其实我当时啊，我一次是买了两把，好，那不是两把同样的商品啊，我买两个不同的型号，一大一小。那我本来是希望它能够一起寄过来啦，因为我说实在话的哈，我们这个商品的话哈，还是能够一次一起拿到会比较好哈。因为呢哈，我们如果说是过海关的话，每年其实有六次免税额嘛哈。那但是他分两次寄的话，他等于就吃掉我两次的免税额度哈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是把它这样打开啦，把它打开。那它这盒子很大，但是里面商品却很小哈。UPS 的纸箱就是这样子啊。对，但这个买来真的可惜啦，他们好东西很多哈，但比较遗憾的是，真的是台湾不好买啊。那它这个品牌的话叫 Clan Tools， 好，我想应该很多人呢都会听过这个牌子哈。那因为它的那个品牌知名度还蛮高的哈。对，我别上我的麦克风啊，刚好就可以比较一下哈，刚刚那一段的声音跟现在的声音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用DJI Pocket 3在拍影片了哈，所以说。DJI Pocket 3它是有带那个他们家的麦克风啊，所以我每次啊都忘了要把它别上去，把它打开哈，因为我以前是用 Sony 的相机在拍。好，那这就是它里面的一个纸袋了哈。那其实包装的还蛮不错的哈。那这里面的话就很像老外在做试验方式哈。那我找的是一个台湾的贸易商，那他商品是从美国发货的哈。Clean Tools 的话，他们是做很多种的工具组，他在美国相当知名的、所以说，因为我们现在的 YouTuber 的话，玩 EDC 的 YouTuber 大概都是美国人、英国人、这些比较多。对，所以说、我们会有很多的商品，其实在台湾不好购买、尤其是像因为 Clean Tools 他们家的商品跟很多的品牌的话，它的同质性蛮高的，所以在台湾的话是没有直接的代理商的哈。我看一下哈，好，那其实我这次啊我下标了两个商品哈，那一个都是 Clan Tools 的剪刀哈，那我今天的主角是剪刀了哈，那一个是21009的型号，一个是 G102S 哈，那这两个的话都是电工剪刀哈，那它在Clan Tools 里面的生产线哈，它是称为波线及切线工具，它事实上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剪刀哈，好吧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赶快来看。这个本尊啊、还不错啊，这里面还有一些零件编号，对，我今天我是跟一个叫做茂泽哈 Muser 茂泽还贸易公司做下订单的哈、那他们从美国的仓库寄过来，对，那Clean Tools 那它是波线及切线工具哈。
各位啊，你们的 EDC 里面捡到的方案是什么？我相信很多人的 EDC 的剪刀方案的话，它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剪刀，而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multi tool 里面的一个剪刀，对，好，那它本质上长这样子，不过我比较感到奇怪的是，我印象中它应该会带一个套子，它应该自带一个套子，但是没有。没有，因为我看其他的 YouTuber 开箱的时候，他会带一个套子在这边哈。好，没关系啊，我等一下再来看看这怎么回事。那我Clan Tour 的字样怎么拼？好，大家可以看到 Clan Tour 啊 ，C L E I N T O O L S 啊 ，Clan Tour。那它的型号是 G 1 0 2 S 啊。那这是一把小巧的剪刀了哈。大家看到这个剪刀的话，你一定会觉得它相当不起眼，对不对？它看起来就好像是我们在夜市啊买的一把剪刀，或者是说，可能只是一个，我们有时候哈，有些在剪指甲的时候，指甲剪一次大概长这样子，好小小的哈。那它的体型，相当的小巧了哈。来，我也量一下哈，它的长度的话大概是不到11公分， 4.5 公分，好 ，4.5 公分。10.6 公分的哈 ,10.6 公分的长度蛮短的哈。那它的宽度，来我们看一下宽度。宽度 4.5 公分。好，所以说这 4.5, 这个是 10.5, 好，所以说蛮小巧的。那我 说明一下电工剪刀跟一般的剪刀有什么不同啦哈。各位啊，你看到它这刃口哈，它这刃口大概只有1公分左右。它的缺点的话就是刃口比较短，但是它是为了要好小巧好携带的话，它刃口的长度大概 1.7-1.8 左右， 1.7-1.8 公分左右了，刃口长度。对，那但是 我买另外一支剪刀2100-9的话，它就比较大支，那它的刃口就长得多。我们因为 我是希望它能够一起送货了，但是很遗憾的，它2100-9的话，它目前是缺货中，那预计二月底才会寄过来。好，对，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它这个外形，它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它有一个heritage， 它是一个复古型的，复古型的剪刀。好，那它这边还写一个什么字，1023的一个编号，1023。对，那还蛮精致的啦，还可以啦。那这个产品的话，它就是走那种耐用型的哈。我说明一下，一个好的电工剪刀啊，它要有几个特性哈。第一个是它这个刃口啊，它这个刃口的话要带齿啊，要带牙齿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要带一个里面要有齿纹呢哈。对，那它这样子的话，你这个线才夹得住啊。那我这边呢哈，说明一下啦，我说明一下为什么要买电工剪刀哈。你想说，买一般剪刀就可以了哦，那可差多了，那可不一样。我知道哈，很多人呢，大家在剪刀里面的选项的话，通常可能会用 multi tool， 好，例如像这个 Laserman Charge TDI 哈。那我说这个是一个蛮顶级的那个 multi tool， 大家应该没有意见的哈，它的售价也非常顶级哈。那我这是 Plus 版本，就是钛的版本哈，钛版本。那你说它这里面这把剪刀能不能用？说实在，只是看用而已啦。我讲句实在话的哈，我们哈像这种铁丝铁线就不要说了啦哈，它绝对剪不动。那它这个布的话哈，像很软的这种布的话，它其实也不太行哈，不太行，它的剪力也是不太行。那我们通常哈在外面的时候啊哈，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哈，有可能会遇到需要剪铁丝铁线的时候，你铁丝铁线的时候的话，很多人一定是拿这种哈。Charge TDI 里面的这个大钳子啊，出来做剪线哈。那我不反对啦，你这个可以剪是没有问题啦，这是钨钢的，这没有问题哈。这一个剪子这边可以剪没有问题，但是问题是，我说实在话的，你真的会带 Charge TDI 出门吗？各位啊，你们如果说有看到这影片的话哈，欢迎在我的那个留言板里面留言哈。你们真的有把 Charge TDI 哈当做你的everyday carry 啊带出门？我说的是随身的哦。随身的 AV 的 carry 哦，它你可能是 pocket tool 啊 ，pocket tool 像这样子而已哦，我不是说你背包的 package 啊，
你 package 里面你说你会带 ChatGPT 的话，我相信啊。但是你如果说随身你会带 ChatGPT 吗？我觉得很怀疑。所以说它这个钳子里面的这一个剪子的话，其实基本上你没有带着的话，会飞天钻地的东西也都没用了哈。对，所以说，我说实在话的哈，我们一般的话哈，就是会用这样的一个电工剪刀啊哈，去做取代它那个钳子啊哈的剪子啊哈的功能哈。那你可能会问我啦，哎，人家那个是钳子里面的哈的那个电线剪，好钢丝剪、铁剪，你这一把剪刀你可以取代它，是可以的哈。那我示范给大家看哈，其实像它这个电工剪刀的话，它的剪力是相当的惊人的哈。像这个小电线剪得断的话，那就算了哈。像这种电线啊，因为它是电工剪刀了哈，所以说你这样子再去剪它的时候哈，其实这都没有问题的，好，这都没有问题。像你想说哈啊，我的电线有可能是实心的，实心就实心啊，真的没有问题的哈，这一剪就断了，这是 OK 的哈，对，这是没有问题的了哈。因为它这个哈，它这个我剪得太里面了哈。对啊，所以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电动剪刀的话，它那个剪力是相当的好的哈。那我们像有时候的话，可能会身上会有一些束带啊，束带把它剪断就好。那它例如说我们可能会剪一些比较软质的东西啊，像这个布啊，这个剪力都是很 OK 的哈。摧枯拉朽，这个一剪下去就是完全断。完全过去哈，所以说它不管是硬的软的话都可以哈。那这个剪刀的话确实是很不错。那你想说，哎，剪个布而已，这算什么？你可不要剪，这可不简单哦。我们看这样的剪刀，这是我们在家里面日常会用到的剪刀哈。你不要说布啊，像这样子啊，很薄的一个棉布啊，它是没办法剪的。有没有看到？我不是说我特别去挑一支比较烂的剪刀，你们在家里面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剪布并不容易啊，各位的剪刀可以拿来试试看哈，剪布剪不剪得下去，不见得好剪啊，各位要注意一下。那我通常我的身上如果说假设我还没有买这一个 Clean Tool 的电工剪刀之前，我随身的剪刀方案的话，大概都是Victorinus 就是瑞士刀里面的剪刀，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剪刀啊，其实瑞士刀啊我相当喜欢的 Multi Tool。那好在哪里呢？其实它的每一项的功能都非常的优异哈。像我刚刚是不是用 Lesman 的 Judge TTI 的剪刀剪不下去这个布嘛，对不对？好像这个你如果说是用瑞士刀的剪刀，它这个剪下去都是非常的轻松愉快的。好，那如果说剪一些像这种铁线、电线的哈，也是很 OK 的哈。但是比较常用的哈。我说实在话的，像我刚刚哈剪这条电线呢哈，跟我用这个。今天的主角哈 ，Plan Tool 的G102S 啊，这把小剪刀剪起来哈，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。它这个剪起来的话，像在吃青菜豆腐一样哈，它是相当简单的。你们看到像这样子一个电线哈，其实都是很轻松的哈。但是对于那个 Victorinus 的话，你特别要小心哦，它并不是这么的适合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哈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这把剪刀哈，它的这一个刃口啊，还有整个钢的材质的话，它不只是不锈钢，它是高碳钢哈，所以说它的那个硬度啊是相当高的，所以说它不是一般的剪刀，所以这要大家要明白哈。然后那我今天我整天整个那个影片里面的话，我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个主角了哈，Clean Tools 的电工剪刀啊 ，Electricity 啊 ，Scissor。好，那他们在Clean Tool 的官网里面的话，把这个产品的话它定位成这个生产线的话，它是定位在Electricians Scissors， 就是电工的剪刀啊，好的一个行列哈。那当然它的性能的话是相当优异了哈，是毋庸置疑哈。然后再来是说，它不管是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的话，它其实都有很好的功能哈。其实我觉得身上带一把这样的剪刀的话是相当方便哦，因为我说实在话的哈，我随身的工具里面的话，我跟很多的 YouTuber 很像哈，不是很像哈，对不起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共识哈，就是我们都很喜欢身上的这把剪刀哈。
那诶，剪刀确实它在我们的 Everyday Carry 里面的话，它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好，不管说我们今天呢哈是打开了一个零食啊，或者是说我要剪掉一段胶带啊，哈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的话，这个剪刀都可以在帮你很多的忙，所以说一把好剪刀在身上是相当的重要的。但是我们的随身的工具的话，当然它的体型体积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要素了。那我这把那个Klein Tools 的 G102S 的话，我是放在我的这个 Hub Pouch， 这是 Hub PouchAlpaca 的 Hubpouch 的这个包包里面，那我会把它找一个位置给它放进去，我可能应该是会放在这边吧，这样子把它找一个位置把它放进去，那就把它当作是我随身携带的一个剪刀方案。好，那它的长度也是相当刚好，那这边的话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那这个随身的 Pouch 的话是我是会带在身上的，不管是在背包里面或者是说我如果说外出的话我会带在腰间，所以说它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剪刀的方案，不管它的体型跟它的功能跟它的甚至外形，我觉得都非常的具有专业感，所以说 又是很好的随身携带，只有 10.5 公分的长度，所以它相当的棒的一个 EDC 的剪刀的解方，我们推荐给大家。我们今天节目呢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啦。